如果说要调硬属性的话呢，果然是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还真是国标打国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唐女儿化生那边是方寸神墓地，方寸国标打女儿国标，是。开局直接点花果山，那就勤点了，勤一三叠点，两边互点。弹甲最后一下4600倒地，经济物8000，法连了也不用宝宝了。两边开局第一回合都是成功完成点杀，就靠一个法系完成点是吗？没错。那我们看来现在，两边都是三个开，是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63届武神坛小组赛第四轮钓鱼岛对战珍宝阁的比赛，观战方钓鱼岛，对战方珍宝阁，观战方风阵，对战方是龙阵。那阵法的话是观战方被对战方小克啊，小克。阵容方面，观战方女儿国标，对战方是方寸国标，而且是，大唐女拔打花果山神木林的一个国标。是，有没有发现主要方那边的一个战又点了？又点女拔木了，又点。那就是靠善恶加神木林继续单抽去吧。哇，7200，每一把都是爆，我的天。那来看一下，那这挡不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因为是两个恶爆过来，贴是贴不住的。那这样的话女拔木倒地，但是好在女拔木倒地之前呢是把蛇招出来了，还行。是，这把如果蛇没出来的话，那是很难受的。因为珍宝阁开局的这一圈善恶宠呢，它是支持在只有一个输出的情况下连续完成点杀的。又要点了，你说这把会不会连续再把大唐给点掉呢？会又要点了。会点是吗？刚才没发现效果主战方这边地府了吗？应该没有效果吧？好像没有，我刚才太速度太快了，还没有看到。我也觉得是，应该还没效果。对，但是这边直接给化生给催眠啊，有金青了，是放金青。但是放金青对面的地府好像是比，果然连点大唐了，又点大唐了，点三个单位，这是 是小组赛中，哇，节奏太快了，先清一个善恶，看，但问题是这有风铃啊，金鸡五弹甲，弹甲了，弹甲，但是恶爆，哇，这也死了，站不住，哇，这三回合倒地三个单位。这节奏有点意想不到，节奏太快了，节奏是，节奏太快。小死亡吸一个，观战方也可以吸一个，可以提女儿村，但是女儿村不一定好战。这个时候对方就要拆宝宝了，是吧？对，拆宝宝，而且还有一手，他可以用慢速提起花果山，花果山直接杀威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敢喝酒，我杀威你是直接倒的。对，他如果是用慢速的话，拉起来就可以守尸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两边肯定都是用慢速宠去提嘛，对吧？慢速宠去提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杀威你，实心载重，先补个王两，高速拉了，那还拆宝宝，那就拆宝宝了，对，拆宝宝，然后花果山补宠，补高连了，哇，这神木林，这伤害，尖青蛇的，是的，高速的，那就是给你起来喝酒。拉起一拉一顶也是防一下这个，万一没有拉得起来再一个恶爆，这因为是这只速度，对，守尸，但是一个是守不住的。这把喝酒之后呢可以走金青，但是对战方方寸如果我记中没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可以放必中的。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化身应该是有愤怒的，他这把得活呀，他这把是要活血的。你觉得这个回合女儿村惊掉之后他会去接罗汉吗？我觉得他不会接罗，他得活。他可以活。对，是，但是对战方方寸如果必中直接压过来的话，化生是动不了。如果不活的话，被下底的话直接结束了。对，是吧？对，女儿村惊掉，或者说如果说化生够愤怒的话，那么有可能女儿村直接罗掉，化生去接也可以。惊掉，惊了。看这边方寸给不给必中？是。人给大金。先火给他火，先火，因为是刚开始叠嘛，对吧？刚开始叠，又要点了，对面又要点了，要点要要点要点，看一下有没有点啊？又点了，要点，有金青都点，有金青都点呀、大死亡，就靠神木林群秒点杀，因为有善恶、
是，其实无所谓的，中不中无所谓的，其实是。那这样的话，等于鱼岛现在每个回合得消耗一个九，两个九转提人，因为现在实体单位都要面临起来的一个情况。恶豹，我就神了，走失的，哎，还好，还好是这把没守住，还要贴了一下，有一个藏神，对，有藏神，再吸一个，但是还好这回合对战方没有单体技能，如果有单体技能，我感觉化生都危险。不，这个时候啊，有面伤更危险，因为有面伤进宝宝了，走面伤了，哦，直接走面伤，是，不点人了，他点人靠三二，还点法系。啊、哦，那还可以压法系，是对。嗯，这回还得有一个宝宝提，有一个宝宝得提女儿村，有一个宝宝得提大唐。防化身，哎，没有空化身，不给罗了。啊，无所谓，他面伤了。对，不给罗，那就是打面伤了。是，而且因为看到你化伤，面伤没中，伤伤没中。先，但是你这样提，如果真是神针瀚海过来，你这不是又倒了吗？起不来，不是真的，起不来，是真的，是真过来了，那是真的过来了。嗯，而且第一刀是压死了女拔木，是有一层荡魔，哦，还行，有藏神贴得住。但是神魔灵鸟的话，大唐还得倒，是还没有野兽啊，风卷，风卷一层风铃，一层也风一层也卷你啊！对战方真的是下狠手啊，一层也卷过来了，对。不给主要王最休息的机会，就感觉对，不给喘息的机会啊，一点机会都不给。感觉笑一下化生，这比赛结束了。拉化生好像没有被笑过，拉鬼眼了，打鬼眼。啊，化生好像还没有被笑过。嗯，打鬼眼了，打鬼眼面伤了。嗯，这把还有神针，一把鬼眼，喂一个五来。嗯，对吧，笑化生，笑化生不给罗，这把基本上就等于是，对，这把下得很完美，对，是这把笑出来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已经很难了，现在来看看一下，我打鬼眼了，这鬼眼很重要的，哦，摄魂点化生，其实他没有当头啊，他只有一把神阵，嗯，对，他就是这样想的，我摄魂就是为了给我的善恶去造成更高额的伤害，然后我神魔灵有群秒，哎，对吧，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宝宝全部都是有那个金刚的，我只要是出恶爆的话，那你是不好扛的，嗯，但是这个回合呢，因为是给了一手舍身，给了一手舍身化身给自己，血线满了之后还好，哎，没守住，三爆了，出宝宝，你觉得这时候会换虚吗？感觉虚弥好像不如善恶好用啊，这时候不换虚，但是你看他现在场上已经三只配速宠了，这个时候主战方这边鸟雀肯定是控输出的，那方寸得三飘，得三飘，嗯，是控化生也行、啊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继续控化生不给活血啊，控化生不给活血也行、嗯，对。其实如果是控女儿村，那风沙倒地也行，其实那小死亡好了。风沙倒地的话，你还是会给他下回合喝酒的机会啊。其实我觉得不划算，哎、还是控化、哎、控化生好。控化生小死亡再给女儿，对是吧？没错，对。先把摄魂解掉。三飘，哎，没中，没飘中，没飘中，有点难受啊。先给先点一个贝玉，催眠的，嗯，催那要单点了。面伤又来，面伤，他只有一把面。不，他催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面。你就说他就催一回合吗？那就不如给失心或失魂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嗯，面伤，因为哦还是只有一把神针啊、嗯嗯，那就是控一回合。他就防止主战方这边有特技的，应该是对，不，但他之前效果应该不够，嗯，是不够，先把蛇变了，先减少一些压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防止，首先一个是啊、防止特技是，嗯，两个善恶清掉两个人头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只能是无限用高速宝宝这样子去顶药，然后去拉人，啊，然后再找一些机会。很难缓、啊，这样化生速度。哎，还行，地府这把罗汉盖起。哎，有罗汉，可以稍微稳一稳。对，
小死挂拔木还是不中。这样又有大魔了，大魔在群秒，里面有罗，然后这样的话是可以缓解一下压力。但是你这样的话，因为一号位的善恶还对，还是比他慢，是还是比他慢，还是起不来。他的三，他三恶宝宝太凶了。是，珍宝哥的三恶宝宝真的是凶，真的是凶。而且目前啊，钓鱼岛他不好清，因为你一回合清不掉，化生直接满上你。现在以你只有这么一个单大堂，加上只有一到两只战功宝宝，他好像是一号位、三号位都是配速啊，一二号位都是配速。对吧，你这么多配速宠现在善恶已经是清不掉了，只能是大唐断剑。对啊，化生再走个金青。那我们也看到这边主战方这边是能有配速宝宝啊，再挂。现在鱼岛配速宠非常多，是唐挪进，但是弹了个漫天，清，终于清掉一只虚这个善恶啊。但是大唐这个小鼠王，哎啊，这是没办法，这是一定救不了的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哎，还好你有事没倒地啊，可以丢针。但这个时候我觉得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回合结束之后他喝酒，得看一下他这把是丢针还是先清清。我觉得这把他不敢赌啊。我觉得不敢。是这把我就先丢针，对吧？不，他不敢赌，是他要精清。你觉得他得精出来，但是你精出来对面就可以严你啊。哎，对方也有必中的，不能活血啊。对啊，比较划算啊。我因为你丢针和精清你都可以防小死，但是你这样的话可以额外多防一手固魂命谱。哎，看一下针不针，但是针了，女儿村啊还是精清了。对面有必中，有必中，有的。啊，没有，他出宝宝了，他方寸出宠了，那给先给活一口，直接叠罗。如果这把有必中，女儿村又死了。对，但是赢了这把，人家不点了，人家就固魂面谱先演你大堂啊。你这个时候场上配速宠这么多，我的公宝宝你是不好清的，而且你现在你的物理系已经倒地了，你这样还得死，只不过是没有中小死而已，这还得死。他就赌了一把大手，对，那你这个大金和九转的消耗啊实在是太大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两边的这个状态栏，可以看到这个道具的一个消耗。这比赛打了12回合，对吧？地府吃了6个，女拔木4个，女儿8个，化生4个，啊，吃的太快了。而且因为要拿血宠出来顶药，那么导致的现在珍宝阁的这一圈善恶啊是非常非常难清的。刚刚是通过大唐一个漫天清掉一只，现在大唐倒地之后呢，女拔木血线也不够，现在也不是很支持女拔木单砸去清善恶的这种方式啊。你看只能是先靠高速宝宝先去硬顶。哎哎，直接开，有套路。哎，这把直接开还是比较好的，但好像不配速，好像不配速，因为地府已经动了，跟拍醒是一样的啊。是跟拍醒是一样，跟拍醒是一样的。 对，不配速拍醒一样，不配速。那但是这把的话这无情连点也拍了一把，一把开一把拍。对，哎，他是用善恶宝宝点用善恶宝宝点，然后配用女拔木女拔木去清天魔觉醒。这太自信了，说实话。哇，这真的是这太自信了，完全相信自己宝宝的伤害，而且还这就两个恶爆。其实说实话，就两个恶爆就已经死了。对，即使刚才不爆的话，两个恶爆过来这也扛不住的。女儿村上塔，哎，对方还有神针，那控化生带走面伤了。其实这回合罗汉非常，刚刚这回合的罗汉非常的重要，真的是非常关键，其实非常关键，因为这把罗汉才能稳住的，是才能稳得住。那女儿村现在只能搏命三飘啊，你单封一个单位现在好像已经不太解渴了。对，只能搏命三飘，飘中一个方寸，要保化生可以活一口。对，是化生可以活一口。
再挂。哎，这把有没有这种神仙操作？喂个大，喂个五龙。有，贴可能贴不住，要贴两个。贴估计贴两个，要贴两个啊？对，因为他有大食王渣，野兽、哎、先野兽，就是还是像我们刚才之前说的，就是靠善恶，就靠善恶，啊、就靠善恶，没有看善恶啊，就是过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靠善恶，他是贴了两个，啊，贴了两个，就看最后一只善恶桶啊，那好像啊，恶报过分了，怎么说？哎，一丝一丝，这是他最后一只宝宝了，最后一只了，因为三号宠是被蛇咬掉，是。吸过来，大唐还有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唐的回合数，大唐还有一回合，还能提啊，虽然说消耗很大，但还能提。女儿村的愤怒应该还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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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风卷了，其实，其实对方可以风卷了，嗯，拉起来，然后把活拔木，这把应该是活拔木了，看起来没风笑一下地府是，好，还是活女儿村。解开下床，也还行。再挂，哇！大唐不，他的花果山只有破血了，可能是，可能破血都没。而且又是被清掉了一只山恶宠，这个时候蛇其实挺帮忙的。铜头铁臂，我的天呀！自信点杀，是，真的是自信点杀。再被清掉一只，那这样的话体系其实已经乱掉了。风卷了，风卷了，风卷了，风卷不够的，肯定不够，只不过是带走了两只配速，对，带走两只配速，那一只高连是不够的。心猿了，来看一下，而且女儿村应该是够精清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化身那么危险呢？你说钓鱼岛的化身吗？是，不，他女儿村这把有精清啊。他鸟村够了，他鸟村这把肯定够了。那么看一下，我觉得还差一点、你觉得差一点吗？我觉得应该够了。放过了，放过了以后是没扛多少把打，三飘啊、三飘，王者飘。但这把三飘非常的舒服，是，看起来没法连。虚弥再活，没法连，活住了。对，活住了。再还阳提一个，大唐出宝宝。哎，对方有金星的，对面有金星。精清过后摄魂还真是危险啊！你看是不是啊？是。我觉得化身这把为什么这么危险呢？我觉得是，真的是危险。其实我感觉鱼岛的女儿应该够了。等这个啊，他女儿够了，他女儿够了。他这个时候想赢啊，必须要干掉化身。他女儿够了，他女儿够了。是，女儿村肯定够了。他没精，他没有精清，他没有精清，他够了。这把金青点化身太亮了，女儿村这把是要丢针的还是放的？鱼岛这把如果放金青的话，化身其实死了感觉也还好，因为可以把小死亡解掉。其实不是，他这把要丢针了。啊，这把肯定要丢啊！他化身剩下几回合啊？化身六回合啊，他这把肯定是要丢的。那丢针以后很有可能会被笑掉。对。哎，那对战方很有可能会点杀主战方这边的一个队长，叫什么？是吧？对，队长没上线的，化身倒了以后，化身倒之后啊，这 PK 已经难打了。是，碎玉空方寸。那岩山小丑王怎么办？没有碎重。反点一手，先反点一手，因为趁着有心源，先反点一手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是。哎，又点大唐了是吧？挂大唐，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线大死哦，断剑点，断剑点杀不一定的啊，有断剑点啊，有心源，有心源，断剑点呢可能性还大一点，不会焚魔烈焰吧？我这不会，我这不会。啊，无下，无下，哎、无下，哎，弹甲7800，本身呢有倒地单位，这把无下呢是会增加伤害，是吧？对，弹甲7800心源。看似不好使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弹了一把金甲。对，那这样的话感觉是不太稳得住了。没有什么宝宝根啊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回复了，你只能靠地府去回，或者是靠宝宝去补药。换拿虚的，再弹甲，有法连，有法连。又，他主要是又弹了一把甲，又弹甲，是。直接蛇满，
啊，14500拉了，是。哎，刚才他不丢帧的原因是因为，六回合太强了，丢帧也没有什么用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的话，你可以防你至少接下来两回合的一个防点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防点你也防不了了。是。那花生倒地可能是回圈没有带那么多，这太难了。哎，不过他这个阵啊，跟这个阵容下来，他就是要打，刚才我说的那个四保一的一个阵容的，他应该是带一些回圈的。但问题是，你现在带回春，因为你化生倒在地上的话，你就防不了点了。因为这个阶段的话，你不管怎么顶药，对面如果点过来的话，它造成的输出一定是比你的回复要多的。没错。你少了化生，这 PK 不好打了。不太好。那把女儿村的晶晶其实该放的，那把不该三飘，那把三飘，我有点难受。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珍宝哥会打化身，因为我看了很多珍宝哥的一个 PK， 他是经常会打的一个关键点，他只要抓住你关键点他就点化身。 是啊，这把罗去接掉了。法莲的话把木英文来弹了一个甲，你看现在场上的话呢全部都是这种配速虫，那你配速虫跟雪宝宝在场的话，虽然说可以先把药去顶一顶，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清对面的工宠了，你只能靠一个单大堂，即使是出漫天你也只能是一个回合清掉一只，对吧？你这还没清掉啊，还没清掉。是，那你这样的话场上局面就比较被动了。杀威9000啊，再倒。哇，还有善恶，还有善恶，还有善恶，这就不太好搞了。是，一直的压制，因为那把是女儿村两个回合嘛，对吧？我们之前疯子前面说了一回合，这回可能不太够，然后第二回合他又挨了打，然后那回还是没死嘛，因为那回合我记得是铜头铁臂点杀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被蛇咬死一只，被大唐清掉一只，就一回合清掉两只善恶那回合。那把之后他脚下再回24，他是一定有精精的，一定有的。是，对，他112嘛，112就可以精，他一定够精的。但是那把他可能觉得，或者是感觉珍宝阁也会认为他会精精，是不会点人的，但是你化生生的小死亡时间太久了，对战方一把精精直接给你摄魂按倒。这个摄魂还不爷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回合数啊，还有三回合，没有，他不用啊，他化生倒在地上，他还剩一回合再赢也行啊。我知道，如果是女儿村站起来呢，是吧？丢个针啊，丢个针。现在的问题是女儿村这个状态也不太好站，不太好站起来啊，不太好站。哎，不过你看五号位的这只，须弥还真是慢啊，还真是慢。但是问题是他的抗性不一定能支持再把自己提起来。关键皇这边是罗汉的，罗汉最后一个回合，那么这一回合结束之后，对面神魔灵线风铃是两点风铃，有当头有神针，这个时候的话有可能会选择继续先当头把单位按倒之后再去走面杀，因为这个是罗汉。这把神针比较直接神针了吗？要清场，直接神针，打神针。当头没必要吧，没有点三的点，也没有点三点三呀，无限神针了。那这应该是神针了，神针了，神针了，一把无间神针。啊，当头，清了一个幻蛇虫，哎，万宝金甲来了，万宝金甲防提前防你的那个地听是，对，提前防地听，但是最慢的须弥被清掉了，那么女儿村不太好拉得起来。也是想防须弥的，但须弥比较多。对，看来这把万宝金甲是没有吸收到的，没有吸到。万宝金甲它也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技能啊，它是吸收是四法术，对，四法术，对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珍宝阁也有可能不会出地听了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时候出地听好像有可能会被吸掉。虽然说这个也是有几率才会吸，不是说100%吸啊，但是这个。
被吸还是比较难受的啊。还不严吗？这个时候，这把其实可以严了。对，最后一回合了，还不严吗？对，看一下严不严。应该严了，包严了。这把其实可以严了，因为也开无间了，没有必要去挂小死。是包严了。还不严吗？真不严 啊, 啊！真不严。觉得不需要了，有虚名在场。觉得不需要，是。对，虚名在场能守尸。刚说虚密在场能守尸，直接两个幻魔给你先清掉一只，一万五。哦，给封掉了，三层封掉，五千四千。这个力劈是劈二号的，因为二号被两个幻魔带走了，所以说是劈到了花果山的身上。我觉得可能是会打了一个节奏感比较慢的一场比赛，但是没想到啊，上来还真是国标对冲啊，还真是国标对冲。因为我之前说，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，珍宝阁打钓鱼岛喜欢用咒师慢慢跟他打，但是在之后，应该说是自从应该是那届16进8的时候那把输了以后呢，珍宝阁打钓鱼岛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，就是基本上打他就是用国标去打。而且打的节奏都是特别特别快的国标，就是无限冲刺，不给你喘息的机会。而且这场可能更没让大家想到的是，会选择上了方寸国标啊，去放弃了现在最最炙手可热的女儿国标，去选择上方寸。对。怎么感觉他的一个女儿圈很，他的女儿圈的一个属性可能是不想暴露，还是什么情况？或者是？但是你要说不想暴露女儿圈属性的话，那他之前也上过女儿，虽然说这个对手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说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吧。啊，是，可能是有别的一些考虑吧，我觉得。嗯。啊，法莲当头，解释直接带走，那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。嗯，是。很遗憾，钓鱼岛也是输掉了这场比赛。嗯，那钓鱼岛第四场是不能输了，第五场，因为钓鱼岛这一届好像总经验，我们刚才看的好像不是特别高，我看一下，刚刚我们看到的钓鱼岛的总经验5800多亿，5800多亿的话，地厅来了，5800多亿的话，三胜可能不一，可能是进不去的。跑掉了，要跑掉，要跑，啊！就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孩子和，但这是万宝孩子，因为他是个万宝孩子，哇，不给跑，不给跑，就是要发关照啊！对，但是为什么给神木林加魔镜？骑个风舞心境，那就是放一把关照啊，带走比赛。哎，他是把血加一下哦，因为有罗汉，因为有罗汉，感觉秒不出数据来。不，没有罗汉了呀。那哪回合？孩子要跑，还是跑？不给机会，不给你看。跑掉了。